我回来了，今天我桌面是不是很干净啊？今天分享的东西更干净。前几天分享了一期中文手写字体，因为我出了交代。今天分享一期英文手写字体，因为不然的话对英文不公平。这里我要写阿林的 B E R， 虽然是拼音，但是我把它写成好看的英文了。我下面呢是格纹的本子，所以不需要去算这个间距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上面圈一个小高光，然后把颜色涂满，这就是标题部分，不要太当回事。因为我开始讲正题了 ，No， 阿林的手写英文字体分享，手写英文字体技法分享视频，然后进入正题。今天从铅笔开始，免得你们又说我写个 China 吧，多爱国呀！以这个为例，然后呢，先去圈出来它的造型，字间距最好是相等的，就是除了 I 这样比较瘦的，每一个字的宽度都尽量相等。如果实在相等不了也没关系，因为中间是要填充的，然后再用高光笔去点一点小血血的音，一次不行就改宽一点，两次不行就再改宽一点，直到看不出这个字母是什么。H， 我的山东朋友念 H 是念 H 的 ，H N， 突突突突突，这个时候是不是下面得有块垫板，不然的话下面一页纸就凹了，比较费墨。如果说有粗一点的那个浅色的笔，就可以一下子写完了。但是我今天这支笔好漂亮呀，这个横竖的边缘可以尽量是圆角，让它显得有一点点胖胖的。因为要盖住，所以这铅笔线不用擦的，擦了反而又会划烂了，直接涂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等它干掉以后，再往上面点一点点高光，或者是不想点的就不点。好了，然后分享下一种方法，还是一样，拿这个铅笔先写一排英文，跟上面空开来一点吧。想写零，这是我的姓的拼音。然后呢，需要避开画的这个铅笔线去画这个外框。有时候我自己写日记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做读书笔记的时候啊，这个经常会用到的几种，我觉得写起来还比较容易上手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的。然后 I 呢 ，I 的这两个小圆点，一个小圆点也是从中间空开，然后选择一边可以冒出来一个小头，又会有一点点像那个老师打字机打出来的衬线体。那这个 M 也是。如果你觉得写这种字体太耗时间或者是太费精力，那你直接写这样啦。然后呢，还要推荐的一种是像前面这个我的这个胶带里面租金日常的这种。带有一点点毛笔笔刷的，上次我在中文中也分享过。然后我觉得呢，这种方法英文当中也可以用，比如说我写一个死亡，同样的用法，只是把这个笔刷的笔画拆开来变成英文的笔画而已，一端是毛刷头，一端是圆润的头，然后自己稍微可以倾斜一点。像这种笔画的话，其实用在你看完了恐怖片在做电影手账，或者是就是你需要呼吁的啦，或者是想要引起注意的一个标题，可以用这种方法。包括你的字体写的越大，笔画越粗，它的这个震撼效果就会越强烈。然后也可以带上引号啊，或者是感叹号，先用高光笔在这个 China 上面涂一点点，看看可以去营造一点氛围，这样它这个字体就不会显得特别的单调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们不喜欢黑色和白色搭配的，其实搭配的颜色是有很多种的，只要去买那个油漆笔就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是还是用这个 dead 的这个字体，但是呢，如果在下面铺一块黑色的水滩，这边请你们用黑色的粗笔涂，反而种草了这支樱花笔。然后用白色的高光笔去写字，它的这个效果就会更明显一点。好，然后等它干透，先不管这个了，先画下面了。下面写一个啥 three， 写一个胖圆体，好吧，这一步是不能省的。好想写 F I E， 然后你们说最后一个菱形样子就不行。哎，虽然我还没有懒到那种地步，但是快。好呀，上面的干掉了，那先写上面的吧。还是 D E A D O， 就用这个白色的高光笔。当然，这个方法就是其实只是想说明的是，下面用深色的笔，上面用亮色的高光笔或者油漆笔去画。然后你下面可以是棕色的笔涂的颜色，可以是水彩晕染的一个底色，这是请你们举一反三吧。然后我只要把这个 three 了。我想手动留高光，所以我先把高光的位置给圈出来。高光呢，要大家所有的高光都应该固定在一个朝向，左上角就都应该是左上角，如果在右下角就都应该是在右下角，不然的话它就不会有这种统一的一个立体感出现了。那我开始涂颜色，涂颜色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什么耐心呢，其实就可以先用这个粗一点的专门用来涂颜色的笔，把大部分的位置涂满，然后再用这个小的笔去修就好了。包括你用水彩去涂也都是可以的，因为先讲的是技法上的分享，所以只提供方法，不提供配套一条龙服务。好。这个胖圆体就完成了，再接下来是右边，然后这几个常用的吧，比如说 today， 还是利用这个格子，比如说每一个笔画横的和竖的都是两个格子的宽度，那么 t 横线的宽度就是六个格子，这样在写的时候就会很方便。强迫症的人可以不看这些，因为我估计你们会用尺子。 y 写不下了， y 怎么办呢？我写个 toba， 粗大。好的，再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外边框给加粗，因为需要和中间的这个细线形成对比，这样一来就醒悟啦。为什么要选择 O 这种特别兰花的笔？再强调一点，今天分享的是花里胡哨的手写字体，是我近一两个月来就是在我本子里面出现的比较频繁的方法。特别没有写完真的很难受，来写一个手写感比较强烈的，有一点点歪歪扭扭的，你可以直接写这个框，然后呢也可以是用这个前面的那个写字的方法一样，还是 TODAY， 这个 O 不要怀疑，对，它就是下面，我不知道那个我之前看到的阿拉伯还是什么的字体，它这个 O 下面是有一杠的，为了和 B 进行区分，就所以会在 O 的下面标一杠。然后还有一些像是可以写得更胖一点的，直接写完写一个月份吧，自干的这个笔画写得大一点，胖一点，夸张一点，肥一点哦，肥一点哦，越肥越好哦，都画成那种裤腰带，
还是设置在左下方的隐私，顺便画上斜线，啦啦啦啦啦啦，然后再轻轻地把里面擦掉，最好是等外面干。这个背面的橡皮我估计可以擦十万年，万年，哼，空间不是特别大了。还想跟你们再分享两个自己，写个 happy 吧，祝你们天天开心。有一些宝妈在寄孩子的东西的时候，怀孕手账的手机可以增加一点像这种特别可爱的内容，因为跟宝宝有关嘛，画风不需要那么一本正经，只需要从这个砍断的木头出发，然后让它形成英文字体。然后树脂的质感呢，最好是又粗又细有变化的，这样的话它会显得比较活跃一点。如果说从头到尾的那个效果都是一样粗细的话，这个字体的效果就会显得不那么卡通。好，这个是 happy， 然后它们的构造包括这个上下排列啊，左扭右扭啊，都是可以变动的。这个是最后一个字体了，还是写月份吧，毕竟这些大家都用得到。然后如果你觉得像这样的一组字体它的那个内容还不够丰富的话，就可以在它的外框加一点点圈起来的装饰。那么这个结束以后，还可以再像上面的某一种形式一样，可以像这个凸搭一样把这个外框给加粗，也可以是给它再增加一圈小小的影子啊。因为我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，对于这么难坚持的一件事情来说，如果说偶尔能够换一下风格去给它注入一些新鲜劲，我觉得其实能够使写手账这个事情变得容易坚持一点。今天就聊到这里了，拜拜。One more spoon of cough syrup now, whoa.